大家安心，安心。花莲县的大家长再次喊话，要所有无家可归的地震灾民安心。除夕夜向来是一家团圆围炉的日子，为了弥补围楼拆除作业管制户与受灾户无法回家过年的遗憾，县府特别在福康饭店及劳工娱乐中心替受灾民众举办围炉飨宴。本来今天晚上不知道去哪里吃，然后终于就是大家聚在一起还不错啊。那今天这样的年夜饭心情怎么样？还好了。还好啊。突然会想到说那一天那个地震的情形。你是带你带？你们脆皮啊？哦，你脆皮，你是带你脆皮了。我六楼变四楼。在2006大地震倾倒的四栋大楼中，统帅饭店和白金双星大楼已完成拆除作业，无拘无束，以及倾倒最严重的云门翠堤大楼得拖到农历春节后才能够完全拆除。在县政府的安排下，目前受灾户是暂时免费住进公园路的福康饭店。对于受灾户最关切的灾后重建问题，县长傅昆萁表示一定会尽心尽力。我们第一个一定会尽心尽力，第二个我们一定会请所有的效率，好，请所有的效率。第三个，只要能争取的，要能够争取的比过去的要更多。这个年对花莲地震灾区的民众来说肯定不好过，但热闹的围炉气氛多少能让灾民摆脱震灾带来的伤痛，在不能回家的除夕夜同样感受得到家的温暖。原视新闻综合报道。